紧急通知：目前4:30版本《国际服》的通告基本有很多错别字和描述错误，所以建议大家看完本期的内容哦。4:30版本正式服公告，它终于来了。这次的英雄改动比较少，更多内容注重在符文和装备上。不过还是建议大家看完本期的内容哦，因为体验服和正式服的数值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才是最终的版本。那么我们开始本期的内容吧。那么以上是4:30版本的公告内容，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，记得给个3连支持一下。那么我是 XZ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。